软便剂哈，睡前吃。这个是通血管的药，一天一次。这个是消胀气的哈、然后一天三次。这个是胃药，也是一天三次，一次一颗哈。谢谢。这样子谢谢嘿，好的。谢谢谢谢。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再过来。好，谢谢谢谢。那有袋子吗？我们要帮他用袋子装吗？好像你有袋子。我袋子有。